好五十星星。都说家和万事兴，一个家庭走向败落的迹象是什么迹象呢？大家跟着我了解一下吧。弟呀，这是吃完饭了吧？没吃饭。还没吃饭呢。炕上还没炒菜呢。哦。两顿饭。一天两顿饭。今年多大年龄了？84。84了，心情不好哟，看着你。哎呀，我看着那家里人一酒还不少嘞，要叫孩子们来给你买的吧？对。我买过酒喝。你平常的也爱喝个酒？爱喝。这一顿喝多少？二两。喝二两。哎。顿顿喝吧。顿顿喝。一天喝两顿。一天喝两顿。嗯，别喝多喽。不，我一辈子没喝多过酒。哦。爷爷，你几个孩子啊？五个。哦，几个闺女？几个啊？一个儿，四个闺女。哎呦，这么好呀！四个闺女，你可享福吧，爷爷。享福，享福。这孩子们都没孝顺吧？孝顺，都孝顺。平常的也会来看你吧？平常的也来，都来。哦，有时候他们都工作啊，星期的班儿也当没有。哦，也来趟是吧？看看，买点东西。买点东西。给你买点吃的。是的，爷爷。嗯，你说一个家庭败落会出现征兆，会出现什么征兆？这是家规的事儿。家规。嗯。怎么说？这个教育孩子，与大人有直接关系。哦。这个，你起小出现由于老化。这个三岁之老，你教育了什么？你从小教育了，别偷人家，别摸人家，别做这些坏事儿。哦。这些一教来了，他大了，他就孝顺。他就孝顺。哎。哦。还有什么症状？还有什么症状？大多数的这个家庭破裂啊，这个与经济有关系。经济有关系，就是与经济就是钱。哦，经济就是钱。大多数的，你也别说大多数，100%的，这个家庭破裂与闹矛盾，都是与这个经济有矛盾。哦，跟钱有关系。哎，你争他也争一个儿女的，你看，比方说，爹娘有两个钱儿。嗯。闺女想要，儿也想要，他想买个小棉袄，他想买个，这个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让谁，都想占点利益。哎，弟兄们也是这样，他也想多占点，他想做多占点，他都想多占点，所以这个经济矛盾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就弟兄俩分家。和爷爷了解呢，爷爷说了一个家庭走向败落的迹象呢，总共有两点。第一点呢是教育方面最重要，教育孩子呢，教育不好呢，也会影响这个家庭。还有就是那个第二点，金钱和利益呢，要是家庭要是因为金钱和利益方面会处得不好呢，也会影响家庭的败落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